那亲爱的，来自全球线上的新老创业家们，大家现在好。那我是来自旧金山的基诺啊，很荣幸呢，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啊，为各位介绍这个2023年在全球目前来说最火爆啊、最具竞争力也最有前瞻性的创业先机。那我个人呢，曾是在上海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呢，担任这个华东区销售总监。为了追梦呢，在9年前我独自来到美国。那来到美国之后呢，就误打误撞进入了社交电商这个行业。那一做呢，就是9个年头啊，我非常喜欢啊，也很爱这个行业。那么呢，也正是因为这份爱，在这个行业呢，我也曾经呢取得过一点小小的成绩。那么在今年的2月20号，我走进了这些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又一次全力以赴的创业旅程。那相信大家呢都知道啊，人类呢最基础的需求，便是健康跟财富，相信很多人呢也都曾因家人、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感受到过疾病所带来的无助或者说痛苦。那么呢，我们该如何保持健康的体魄？那我想，除了良好的心态、稳定的情绪、保持锻炼以及合理的饮食，另外呢，也更需要一些纯天然、高品质的营养素的产品来调理我们每个人的机体，使得我们呢更加健康。那在全世界众多的提供保健品的公司当中呢，我们该如何寻找到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能够让我们远离亚健康的产品？那我想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和这个追求的。另外呢，相信财富自由也是我们每个人追求和向往的人生目标。现今社会的生意难做，钱难赚。那么呢，还有哪一个风口是我们当下的所应该需要把握的？那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全世界的70多亿人目前呢，对健康的需求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那么呢，也毫无疑问，大健康产业呢，依然是接下来10年、20年，甚至说更长的时间，全世界非常大的一波财富。那么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呢，就是这么一家在今年诞生在美国的全球性的以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为全人类提供透过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研发出来的最优质的健康营养素产品，以及呢，为我们全世界怀揣梦想的每位创业家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轻资产创业的平台。那这间公司呢，我们称之为 Three。那我们今天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啊，去跟各位去分析 Three 国际平台啊。那几个方面呢，一个是公司的强大背景啊，包括了权威的产品认证，以及独特的奖励机制，以及完善的培训体系，包括了顶级的运营团队跟我们切入的黄金时间点。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在大健康行业当中去选择一家公司呢，那我们每个人看的维度不一样。有的创业家呢，只是看产品；有的创业家呢，是看这个制度能不能挣钱，奖金波比是多少；有的伙伴呢，去看这个公司的培训文化，包括体系，包括运营团队，还有公司背景。所以每个人呢，去考虑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利用啊，这接下来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各位呢是全方位的去分析，那我们 Three 这个平台所展现给我们每个伙伴啊，这全方位的信息。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行业，很多优秀的在这个行业已经接近啊这个财富自由退休的很多啊这个创业家呢，也重新选择 Three 来去创造财富。好，那我们看了第一点。我说 Three 这个平台呢，它是今年2月20号在美国试运行。那么呢，在今年的5月份啊，相当于在这个 South Lake City 啊，美国的这个盐湖城啊，正式去开业。那这家公司呢，它首先呢，各位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开幕会领袖啊，他这家公司的001，也是目前在这个 Three 这个平台做的最大的。那我当时呢，也是因为啊，这个开幕呢，他这个启动了这个 Three 平台，所以呢，我在2月20号的时候呢，我还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包括公司背景、产品制度都不知道情况下，我来到了 Three 这间平台啊，也正是因为开幕啊，在这个行业当中强大的号召力跟影响力。那我们说，这个开幕会领袖呢，他在这个行业呢创造过3个第一。首先呢，他的个人收入呢是全球排名第一。那么他在上一家平台呢十几年的时间啊，他的整个收入呢是超过1.5亿美金。各位说非常的夸张吗？1.5亿美金，那我们算成人民币的话呢，是超过10亿人民币了啊。其实可能还不止这些。那么在美国呢，一个 multi-level 这个行业的一个排名，那在网上也可以搜到。那开幕会领袖呢，在曾经某一年当中呢，他的收入呢是超过2000万美金啊。
那第二点呢，他在这个行业呢，在上架平台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上架平台的业绩呢，达到了100亿美金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另外第三点呢，他也是在目前全球这个行业当中，带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最多的一家公司。那么在全平台呢，10年的时间超过千万美金呢，其实可以达到20位到50位，那挣到百万美金呢，就不计其数了啊。所以呢，从我个人内心来说呢，我非常这个欣赏开幕会领袖，这也是我为什么在2月20号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跨入了思维这家平台。那目前思维这家公司呢，从试运营到现在一共经过了8个多月的时间。那这个下面这张表呢，是目前这个公司在5月份时候的一个排名。那开幕会领袖呢，作为这个公司的001，那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他的收入呢已经达到20多万美金朝上跑。那么也是在这个公司呢做到了7星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他现在我相信可能已经上到钻石程度了。那在这个平台呢做到6星的呢，目前也非常非常多啊。那我们这个图片上呢显示只有5位，那么做到5星的你包括呢也有6位啊。那像商场领袖呢就是6星，那克劳伊领袖啊，还有香港的和平老师啊，那都是5星。那我们在4星呢，在这个平台呢，现在呢应该是不止了啊。现在4星的话，我觉得个人认为的话，应该有接近50位了。那3星精英呢，就太多太多的了啊。所以这是目前呢，这个随着这个平台在经过7、8个月发展所展现给我们的这个很多领导人上到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哈。所以我每个人呢应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这个随着这个平台，除了有我们开幕会领袖呢，我们还有一位叫 Daniel Pico。他是在美国这个行业呢是非常出名的他呢在这个行业呢也超过20年的时间，那么呢拥有6年以上经营电子商务平台的经验，包括呢他也成功的创立2家数字型服务企业，那么之前呢也在这个几家这个社交电商这个平台担任 CEO，所以他跟开幕会领袖呢他们负责面是不一样。Daniel 呢他在公司的前瞻性或者公司的发展这个层面上呢，他会有很多的建树，所以他呢跟开幕会领袖呢是强强联合，一个呢担任公司的 CEO，一个担任公司的网络建设跟培训这一块。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所以这个平台除了有开幕会领袖有 Daniel Pico，那我们还有在美国这个行业当中非常有经验的，那我们很多在这个行业资深的一些人士，包括呢 Trent Mercer，他担任整个公司的呢首席执行官，包括 Eric Becker 担任整个公司的呢首席创意官，包括整个所以这个品牌的运作推广，那都是这个 Eric Becker 在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那所以这个平台，那我们一开始听这个名字觉得很奇怪，所以三的意思是吧？但是呢，经过7、8个月时间，我相信每个家人呢越听这个名字呢，是不是越觉得亲切，越觉得喜欢，对吧？那接下来一位呢是个凯瑟·罗斯里，但公司的知识总监。包括呢各位在接触实际这个平台之后，我们都发现我们的后台呢非常非常的好用。我们后台呢做得非常非常的人性化，那这个呢也是由于我们这个凯瑟·罗斯里在后面呢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这个 Sunny 他呢是担任公司的活动创意总监，包括呢在所以这个平台我们到目前呢已经开了2、3次这个全球性的大会。那么呢这个很多去过现场的朋友都觉得，哎，所以公司的这个会议呢搞得特别特别好非常这个标准呢非常非常高。那这个呢，也是出于我们这个 Sunny 之手啊，所以这个平台公司背景的情况，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目前呢，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那我这个行业10年的时间，我了解美国超过50家公司。我们单从公司背景这一块来说，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一家公司在刚启动的时候会有像 Sunny 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背景的一个实力。好了，那目前所以这个平台呢，我们从一开始呢，我们就在全球15个国家呢，那我们是有经营的，包括各位看到，那么会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包括整个亚洲的地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还有我们整个大中华地区的，我们中国大陆部分，还有这个台湾、香港、澳门，那这些国家呢都有开放。那也是跟各位很简单讲。那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时间下来，那我们知道，所以这家平台是一个纯美资的公司是一个纯美资的平台。那既然是纯美资的平台，那很多时候呢，像这一类公司呢，我们一开始呢是在美国市场去经营，就是说没有一家纯美资的公司一开始呢就能把中国大陆的市场给它给开启。那么，所以这家平台呢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2月20号试运营的时候，那我们中国市场呢就打开了。所以呢，这个也是目前来说，在这个行业，我唯一看到一家公司在刚启动的时候就可以开启中国市场。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将来最大的市场肯定是在国内。如果一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不能打开的话，那我们这家公司对我们来说就失去了很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这家公司这一点也是我们看好的啊。好了，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讲在这个行业经常有句话说，产品是基石哈。那一公司呢，只有有好的产品，这个公司呢才可以走得长远。一公司只要有好的产品呢，才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人的亚健康问题啊，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呢去啊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那关于产品这一块呢，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我们产品是谁研发出来的哈。那各位看到，那我们首先整个思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呢，我们称为 Dr. Dan Goble 啊，他呢也在美国也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他呢是美国有机化学的博士，加上加州理工学院基因治疗研究员，以及美国癌症学会的博士后，包括了他有15年细胞吸收配方的科学经验，以及70多种营养补充品的独特的配方。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行业呢，如果我们要选择一家公司呢，要能走得长远的话呢，这家公司的产品线呢一定要长。所以呢，在公司经过七个月的时间，有些家人问我，哎，咱们公司呢只有七款产品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产品吗？答案是 yes， 对的。因为各位看到我们道格丹博士呢，他手上呢握有70多种营养补充品的独特配方。所以整个思维这个平台呢，在每年的特定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推出相应新的产品，以满足全球市场啊这个亚健康的人群对这个健康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另外呢，我们道格丹呢，在这个美国这一块呢，他已经在申请或者是在申请的专利呢有16项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整个思维平台这个科学咨询委员会，除了有我们非常优秀的道丹博士，我们还有其他八位在美国最顶级的科学家或者医生。那各位看到像这个托马斯呢，他是美国眼科方面排名第9位的眼科专家。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呢去患了一些白内障眼科方面的疾病，那我们托马斯这一块呢都是啊，他在这一块呢帮助很多人啊，这个眼部这一块啊会啊帮助他们呢去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视力这一块。再接下来各位看到这个拉里呢是美国疼痛方面的专家，以及这个杰西卡呢是美国自然疗法的专家。那各位要知道，那我们这个既然做了这个柳雀血营养素的产品呢，那这一块呢就相当于自然疗法。所以我们这个公司啊，这个九位科学家他今天呢不是在一个方面啊一个方面，而且呢他是在相当于在我们整个啊很多方面去为我们人类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吸收技术啊，或者说这个营养学技术、干细胞技术、免疫学技术，好，那我们公司呢这九位科学家呢，他们分布在不停的领域。所以呢各位也是非常简单哈，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一个啊新公司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啊集聚了整个这个美国非常优秀的这一群啊科学家，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那目前呢也跟各位透露一下，所以这家公司的产品呢啊，那目前在全世界获得非常多的啊高端人群啊，以及很多医生呢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包括在美国呢目前呢也超过700位美国的啊专职的医生啊在推荐我们，给他们变成在推荐我们思维公司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跟各位呢去炫耀一点。好了，那我们看到了随公司啊这么强大的科学咨询委员会，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产品。那随公司的产品呢，首先呢我们在于市面上其他公司呢，我们有三个不同点。首先我们在探索这一块，我们是做到了新科技、新成分、新配方、博采众长。另外呢，随公司呢在这个啊泰国这一块呢，还有个相当于一个植物园。好，因为各位都知道，我们说动物呢会有灭种的情况，那植物也是一样。现在市面上呢，啊，有这个超过60万种植物，那么其中呢，只有5%的植物可以被研究出来，啊，作为植物营养素去康复我们整个人体的亚健康。那这5%的植物呢，现在有很多呢，也处在这个灭绝，我们讲灭绝吧，灭种的边缘啊。所以这个平台呢，在这个泰国呢，有个植物园，他们收集了全世界很多即将没有的植物呢，去拿到泰国这一块去培育。所以这个平台呢，还肩负着这个将这个植物去延续啊，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么一个使命啊。那另外一块呢，所以这个公司的产品呢，我们全部是在美国生产啊，在美国制造。
另外呢，我们也是在美国相当于第五大这个制药厂或者产啊、这个保健品厂去生产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产品呢全是质量呢非常非常有保证的。另外一个呢，整个随意这个平台在吸收技术这一块呢是做到全球排名第一。那我今天呢不能跟各位讲随意这个公司是一个社交电商的平台，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一个讲法。那我们更准确的讲法呢，随意这家公司呢，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在这个吸收技术跟这个细胞递送技术这一块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公司。那我们用保健品用这个 Nutrition Supplement 的伙伴呢，我们都知道，那我们要想用个好的产品呢，那这个产品呢里面所有的成分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细胞层，那我们才可以呢相当于去得到这个产品去用来在我们体内会产生很好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市面上呢很多公司的销售人员呢都说我们公司产品 95% 的吸收率 100% 的吸收率，那各位呢你可以问他一下，你凭什么这么去讲呢？我相信他呢就没有话讲了。那我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从来不跟各位说我们公司的吸收率是多少，我只会跟各位说我们公司的吸收率呢是有16项吸收技术，包括这个产品配方的这个技术，包括这个佐剂、脂质体、酵素、益生菌、护理商的吸收技术、天然维生素的吸收技术、矿物质的吸收技术，这些呢都是公司我们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呢去给我们去开发出来的。另外呢，据报道统计呢，随意公司的产品的吸收率是超越其他公司产品吸收率的3到9.5倍。所以这个呢，此处呢，我相信各位应该呢刷上鲜花哦，为我们这个强大的我们随意公司的产品呢去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高兴。那我们今天呢，作为代言这个产品的我们这经销商呢，我们也肩负着使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讲最关键的一块了，随意公司的六款产品。第一阶段呢为我们每个人呢提供了六款产品，那这六款产品呢分别是从我们人身体的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全方面的去呵护我们每个人健康。那这六款产品呢也是利用生物高科学技术来去研发出来的。首先呢各位看到我们第一款产品呢我们称为 Vitality，那这一款产品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那这一款产品里面呢相当于有100多种成分啊，包括有7大种微量营养素，包括16种氨基酸以及10种不同的浆果，它可以满足我们人体每天对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的这一块的全方面的一个需要。那我们通过使用这一款产品呢，首先呢可以保持我们每个人心脏的健康，另外对我们每个人大脑这一块、眼睛的恢复视力这一块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另外这一款产品里面呢，还可以支持我们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那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呢，还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那这是第一款产品。那第二款产品呢，我们称为 Collagen 的这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是我的最爱啊。因为呢我虽然是男生，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美啊。那这一款产品呢，它是可以相当于对我们人体的皮肤这一块啊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会达到这么惊人的效果呢？因为这个产品里面利用了5克的高生物利用度的深海的鱼类所提炼出来的胶原蛋白。那各位都知道市面上呢很多植物动物呢都可以提炼出来胶原蛋白。那么很多人呢会到一些美容中心呢去这个注射这个胶原蛋白，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据这个英国的《柳叶刀》自然杂志宣称，深海的鱼类提炼出来的胶原蛋白是目前全世界胶原蛋白最好的品种。所以我们这个 Collagen 呢是采用5克的高生物利用度的深海胶原蛋白，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的给力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在这个技术这一块呢也做了两个全球性的唯一的两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一个是水解过程，第二个是微粒化过程。那这两个技术呢可以将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的分子结构呢去分解的越来越小。那这个分子结构变小了之后呢，那这个产品呢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细胞层了。所以这个呢是相当厉害的。另外一个，这个产品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玻尿酸的成分以及维生素 C 跟很多生物素的成分。那我们首先在用这款产品呢，我们可以对整个人皮肤啊会变得非常非常漂亮。好，不像我们很多人呢皮肤有暗淡、有灰尘，皮肤看上去没有光泽，那这个都属于皮肤亚健康的表现。那我们在用这个产品呢，可能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这个里面呢就会水润水润啊，红润红润的，让你会变得人见人爱啊。那每个人呢都会喜欢你。当然了，你在推广、在分享这个生意的时候，你可以也会来迎来更多的客户了啊。所以我们各位呢一定要大量的去用这一款产品。另外一个呢，这个产品对我们毛发的生长呢也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那各位有所不知，其实我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些
啊，脱落头发了。那我在用这款产品呢，差不多四五个月的，目前已经四五个月时间。那我发现中间的头发这一块呢，也会长了一些了，很零散的一些啊，这个绒发。另外一个呢，这个产品对我们每个人的灰指甲这一块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另外，包括每个人这个关节这一块以及免疫力这一块，都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效果。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款产品呢，称为 eToro。那这一款产品呢，也是目前我个人觉得在随这个平台，大部分人啊都非常啊这个称赞的一款产品。那这一款产品主要是解决我们整个人身体细胞这一块的问题。好，那我们说细胞衰老了，人就会显得老。首先呢，我们要有一款产品，将我们的细胞呢去变得年轻。那这款产品为什么会达到这么惊人的效果呢？因为这款产品我们采用了200毫克的白藜芦醇。那白藜芦醇呢，各位都知道是全世界目前发现的最好的抗氧化剂。那我们的白藜芦醇呢，也是脂质体里面的，所以呢，就更加大了这一款产品的利用度。另外呢，这个产品里面呢，还有很多谷胱甘肽的成分，还有海盐的成分，以及水解胶原蛋白。另外呢，包含很多茶多酚、石榴以及独特的一些水果的混合物。另外呢，这个产品里面还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辅酶 Q10 的成分啊，所以这款产品里面的这个成分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这个产品呢？啊，不但呢对我们的细胞这一块呢会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让我们变得年轻。那各位呢，通常来说，我们在使用这款产品6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们整个人身体呢看上去呢，相当于可以年轻啊，这个年轻这个5到10岁。那各位有人说，这年轻5到10岁，是我看上去像年轻5到10岁吗？那各位不是啊，您不仅看上去像年轻5到10岁，另外呢，这款产品它是你针对你整个人身体的5脏6腑器官，也就是说，用这一款产品6个月到1年的时间，你整个人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所有细胞都会年轻5到10岁。哦，那各位朋友说，哦，那这款产品太棒了，我一定要去使用一下看。另外呢，这款产品呢可以抵抗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啊，包括呢提供非常强大的植物营养素，包括呢也可以防止紫外线的一个辐射。这是 eToro 这一款产品，那我们接下来这款产品呢，我们称为 Reviewer。那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很多人这个关节问题的克星。好，也就是说，这款产品会对我们关节呢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很多家人呢有这个关节炎或者有这个痛风啊，那这一块呢，很多人呢会这个深受痛苦啊。那这一款产品呢，那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家人会恢复关节这一块的健康。那为什么会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因为这款产品里面呢，它有很多成分。那首先呢，跟各位举几个例子，它有姜黄素的成分。那姜黄素呢，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炎症的发生。另外，这个产品里面还有巴西莓，还有白藜芦醇所这个混合的一个黑孜然，包括姜乳香、香乳的成分，都包括在我们这款产品当中。好，所以我们这款产品用了之后呢，可以维持我们体内这个健康的关节，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肌肉僵硬，改善炎症啊，以及让我们整个人身体呢达到健康的水平。所以这款产品对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的一些伙伴，喜欢健身的、喜欢游泳的、喜欢爬山的一些爱运动的伙伴呢，都会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另外一部分呢，也就是对我们这个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我们很多家人关节这块问题啊，那这款产品呢，我相信您呢一定要去用它。那我们接下来。啊，那接下来的一款产品呢，我们称为这个 Preview。那这款产品呢，目前是我认为在全世界最好的一款排毒的产品。大家知道，每个公司呢都有排毒的产品，现在市面上排毒产品呢也是琳琅满目，非常非常多。那我们怎么样呢？在市面上去找了一款性价比又高又好的一个排毒产品，来帮助我们人身体呢去清理毒素。那各位，大家都知道，这个毒素呢在体内如果存留久了之后，我们整个人皮肤呢就会不光亮，整个人身体亚健康就会越来越严重。啊，那所以 Preview 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每个家人呢所必须要用的。那非常简单，Preview 这款产品跟市面上其他排毒产品的区别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区别，我们这款产品呢是针对人身体5脏6腑的排毒，包括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结肠、对我们的肺部、皮肤都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打扫除。那这个跟市面上很多单方面去排毒的产品呢就不一样了。第二块呢，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所用的成分呢是不一样。我们用了排毒本草跟黄柏酸的成分，那这两个成分呢，也是公司的科学家专门去这个找到去研发出来。那这两个成分呢，可以深入到我们整个人身体的器官啊，去清除我们人身体的有害物质跟污染物，所以它的排毒的功效呢更彻底。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第三个点呢，我们这里面还有氟磷酸的成分，也是相当于公司开发出来一个吸收技术。那氟磷酸用在我们这款产品里面呢，
可以增加我们在使用啊一些营养素的一些产品，这里面成分会增加它的一些吸收率或者利用度。那另外呢，也可以将体内的毒素形成复合物去排出体外。那形成复合物排出体外，用普通话来说呢，就是将你体内的毒素进行打包啊去排出体外。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第四点呢，我们这个 Prefill 这个产品呢，还可以排除我们体内重金属的毒素。这个目前是市面上 95% 的产品呢所搞不定的。那第五个亮点呢，最后一个呢，也是各位都知道，那我们这个疫情呢刚结束，那很多呢去感染了疫情之后呢，那各位都担心有后遗症。那确实在疫情之后呢，很多人这个体内呢会存留毒素，就像我们08年09年非典一样。那在这个10年之后呢，很多人呢这个身体呢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适应哈。那我相信呢，对于这个 COVID-19 呢，可能也是一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这个 Prefill 这款产品呢，也可以解决我们疫情之后那很多人感染疫情体内存留的毒素，也可以将这些毒素呢去彻底的呢去排入体外。所以各位想这款产品好不好？另外一个呢，这款产品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它的价格呢只需要$50多，所以每个家人一定啊要去使用这款产品。那我们水公司给各位提供的最后一款产品呢，我们称为这个 Immune。那这一款产品也是相当相当的给力了。那这款产品呢是专为我们人身体的免疫系统去设计的。很多家人有所不知，我们人身体呢是有两个免疫系统，一个呢是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还有一个呢是后天性，我们称为适应性免疫系统。那现在市面上 95% 的健康产品，包括各位呢到 Costco 去买，到 Whole Foods 去买的很多，或者保健品店去买的很多保健品产品呢，它只是单方的，只是解决我们先天性的免疫系统，对我们后天性的免疫系统呢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所以 Immune 这款产品也是属于这个平台，利用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全球最好的产品的设计的原理。那这款产品呢，可以解决我们人身体的先天性免疫系统，以及包括啊，去让我们后天性的免疫系统呢，去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啊。那这是这一款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呢？那各位都知道，我们人身体呢是好菌跟坏菌之分。如果当你身体里的坏细菌跟坏细菌之间它会产生交流，那么体内的坏细菌就会增多，那我们人身体呢自然就会有非常多的亚健康的问题的存在。我们要想怎么样才能健康呢？我们只需要减少体内坏细菌的一个量，让体内的好菌呢会不断增多，好细菌不断增多，那我们人呢自然就远离亚健康了。那这个在医学方面呢，我们称之为叫纯体感应。那 Sweet 这款产品啊，这个 Immune 这款产品呢，第二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抑制或者阻断我们体内坏细菌跟坏细菌之间的交流。那各位试想一下，如果坏细菌跟坏细菌之间不交流了，那是不是坏细菌体内的坏细菌就减少了呢？所以我们体内好菌就增加了。所以这一款产品也是我们每个人呢一定要去使用的。另外一个，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因为它这个产品里面呢，它有非常多的综合维生素，包括很多矿物质，以及非常多的植物营养素。那这个里面呢，还包括我们很多对营养学不陌生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在里面呢会有这个纳米银专利的技术，然后我也很多自制体的细皮素，包括呢来自全世界非常珍奇的200多种菌菇的提取物。另外呢，这个里面呢也有200倍的超浓缩的芦荟液，它可以满足跟维持我们每天呢对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个免疫力这一块的一个需要啊。所以呢，刚才呢这个六款呢，就是跟各位啊简单的从这个产品啊，这个简单跟各位呢去讲了一下，笼统的讲一下我们这个六款产品啊。那我们看一下随公司产品，既然我们了解了，那这些产品呢，那我们拿到哪些认证呢？好，各位看到了，在这一章呢，各位就可以很仔细的去看到，那么这款产品呢，获得了美国乃至全世界非常多的一个认证，在一个公司刚开始只有7-8个月的一个时间，各位想想看，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另外一个呢，这接下来我们Sweet的产品呢，在美国全部拿到 CGMP 的认证 ，CGMP 呢是国际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对这个保健品啊，或者说对这个nutrition supplement 这一块的一个评测的一个标准。那目前呢，只是在美国、欧洲啊，或者这个日本这一块发达国家呢，去采用 CGMP 标准。那 CGMP 的标准跟我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 GMP 标准呢是不一样的。GMP 标准呢，它这个呢，它里面有些东西呢，它只是对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个工厂，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卫生环境那这个都会进行全方位的检测。那 CGMP 呢也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这个人员的卫生的情况、污染情况，那这一方面呢都会进行全方面评测的一个标准。所以在美国呢，
目前所有的保健品市场以及传统的保健品市场去拿到 cGMP 标准的公司呢，其实不是很多。好，那我们随这个公司呢是有。那另外一个呢，据这个 cGMP 标准的一个解释呢，那目前像 cGMP 标准，如果我们这个产品在市面上流通，那如果有些伙伴用了这个产品呢，如果说呢会有些这个不好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这个凡是拿到 cGMP 标准的这个工厂呢，都会将所有的产品呢去召回到工厂啊，这个是硬性的指标，是美国政府硬性的一个指标。那跟我们 GMP 标准就不一样了，GMP 标准卖出去了，工厂呢可以不把这个产品呢召回来，但是 CGMP 呢这个标准呢是强制的，是强制的啊，因为它是要满足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呢就跟各位呢简单去介绍一下。那我们随这个平台目前所有的产品呢是达到 CGMP 标准，这个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标准啊。好了，再接下来非常关键的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可以跟各位去讲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呢，不仅呢是 FDA 注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Register，另外一个我们6款产品全部上到了美国的 PDR，那 PDR 呢就相当是美国的一个药品指南，也就是说，各位如果在美国生活的话，或者来过美国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在美国看病呢有2种。啊，一种呢是您如果小感冒、伤风啊、发热，您可以到美国的 CVS 啊去买一些抗生素啊或者一些药品呢去使用，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患有一些大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呢就不可以了，我们需要家庭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然后呢我们拿着这个处方呢到医院呢才可以去就诊，才可以买到一个相关性的一个药品。好，那现在呢也是非常简单。那我们美国的医生呢所参见的一份药品指南呢，就是相当于这个 PDR 药品手册。那这药品手册呢，每年呢是有一本，上面呢只记录了2类产品，一个是美国的药品，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 nutrition supplement 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营养素的产品。那如果在国内的伙伴可能呢会不屑一顾说，这个不就是一个药品杂志吗？对不对？很容易就上去了。那各位，您的理解错了。不然，那在美国呢也很多药品方面的杂志、保健品方面的杂志，但这个药典呢只有一本。那我们能上到药典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经过各方面严格的审批啊，会这个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把关，包括这个产品有很多人去试用过，包括这产品里面的成分、生产工艺各方面流程呢都经过非常严格的把关。所以，因为各位想，那这个产品的手册呢，是给美国的医生去使用的。好，所以呢，那各位要想到我们这个随这款产品呢，6款产品全部上了美国的药典，就证明什么？我们的产品呢是有功效型的，是有功效型的。所以，但我今天呢不能跟各位说我们的产品是药品，因为我们做的是 nutrition supplement，所以我们的产品呢，那我们还是可以跟别人讲我们是保健品的范畴，只是我们的产品呢是有功效型的啊，因为它上到美国的药典。所以很多伙伴在使用我们的产品之后呢，都会达到意外的惊喜。有些家人使用1天2天就产生一个好转，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也有的家人使用1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2个月。那凡是呢用过随公司的产品，我相信每个家人呢都会竖大拇指。再就是我们产品啊，在美国去拿到很多全方位的一个认证啊，包括也上到美国的 PDR，这也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最值得跟各位去讲的呢。那我们的产品呢，在美国呢，刚才第一上来跟各位讲了，我们是有16项这个吸收技术，包括产品独特的一个配方。那这一页呢，各位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维他利缇呢，我们这里面呢是有4项吸收技术或者专利技术。那这个呢，在我们拿到产品的包装盒上面呢都可以看到。那我们这里呢翻译了中文啊，比如说还有胶原蛋白这个产品呢，我们是相当于申请了美白专利，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个平台，其他公司呢想拷贝都拷贝不走啊，因为我们已经申请了专利啊。那所以呢，这所以这个产品好不好？大家呢可以想象啊，非常非常好。另外一个呢，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全是复方，跟有的家人说啊，这个产品好像有点偏贵啊。那这偏贵呢，只是您呢不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啊，您一上来是不是偏贵？好了，非常简单。那我们说思威的产品呢，它今天有几百种成分，好，它融合的6款产品里面，让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只使用这6款产品，可以相当于呢你去吸收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它是一个复方，它跟这个美国的 Costco 这些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 Costco 的产品呢，10美金、20美金一瓶，它是单方，有的产品里面呢只是几种成分。那 Costco 的产品，我通常讲呢，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回国的时候去带的安慰剂啊，这是我对 Costco 的产品去定位的啊，这绝不是贬低 Costco 的产品啊，不这意思，只是说呢，我们水果的产品更强大，因为我们是几百种营养成分。好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啊。
那这个呢，就是产品的部分啊。最后呢，一句话给各位总结一下：那我们房屋使用久了，就会出现问题，需要整修，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身体，我们人活了3年、4年、50年、60年，甚至70岁，我们整个人身体有没有彻底打扫过？整个人身体有没有去用一个好的一个保健产品，去让我们人身体呢去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很多人呢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自己的一个辨识度。那今天呢，利用这个简短时间，我就将随意公司啊，随意全方位的产品呢，去全部去展现给各位。那目前也是非常简单一句话，随意这家公司产品呢，被誉为全世界乃至全球性价比最高的6款这么一组产品。那分别呢是我们人身体包括排毒，包括免疫系统优化，包括细胞维护、关节维护，以及我们超级营养包，以及最后一款。这个让我们可以达到年轻漂亮6款产品，只要我们每天呢坚持去使用，每天呢按照量早晚的去使用，那我可以非常简单的讲，您呢其他的一些保健产品呢就可以锁在你的药夹子里去了，就可以呢不需要去使用了，只需要使用了10余产品就够了啊。好了，这是随公司的公司背景跟产品了，我就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最关键的一点。我相信今天在线的我们31位伙伴，不光是因为产品进来的，很多人呢去抓住社交电商、网络营销、电子商务这个行业呢，也是希望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去拿到一个非常大的结果。那首先呢，毫不隐瞒各位，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经常也是讲，产品是基石，挣钱才是王道。一个公司如果只有好的产品，这个公司呢不能带来经济价值。经销商在这个公司挣不到钱的话，这公司呢也走不远，对不对？所以我们各位记住一句话，产品是基石，挣钱是王道。那随公司呢为我们每个人呢提供了丰厚的一个奖励计划。目前呢我个人认为，那我在美国这个行业10年的时间，我了解超过50家公司，全美国公司的一个奖金制度。那目前呢在我的心里呢，随公司的奖金制度是目前最好的。它不仅呢是这个行业2023年最新的一家公司，它的奖金制度也是最人性化的。啊，也是最合理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不是专门讲奖金制度啊，所以我跟各位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去带过了一下哈。我们奖金制度呢分为这个6项，第一项呢我们称为推荐奖，第二项称为对碰奖，第三项呢称为管理奖，第四项呢称为晋级奖，第五项呢称为领袖分红，第六项呢称为股东分红，这6项奖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随意这个平台，那我们从推荐奖这一块讲起。那我们在这个平台呢，我们200美金、600美金、1360、1960都可以加入这个公司，成为经销商或者成为产品使用者。那么非常简单，今天您做了，您就相当于经销商，可以挣钱。另外，您不做的话呢，你就相当于产品使用者，用产品来去康复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那我们在这个200美金、600、1360、1960加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有国内缴的招商。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套组加盟之后呢，在这个公司呢都不会影响您的收入。首先呢，我们看到推荐奖的部分，200美金我们拿到25美金的推荐奖，600呢拿到100美金的推荐奖，那1960呢我们是拿到最高的350美金的推荐奖。所以各位呢看了这个奖金制度，各位就知道，在这个平台呢，您推荐的金额越大，那么呢你所得到的推荐奖就越多。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在随意这个平台 99% 的经销商都采用1960去加盟，那为什么？那在线的32位伙伴，我现在有的家人在想，做生意嘛，对不对？越少的钱越博最大的钱，不是越好吗？啊，其实不然啊。那在随意这个平台不是这样的，我们1960呢，您会拿到公司给你提供的5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价值3000美金的产品，今天呢你就只需要1960去拿回家。那在产品上面呢，您节省了1000美金，可以拿到公司提供给各位的6款产品的，一共加起来34瓶啊，非常非常给力。那么您一个人用的话呢，可以用上半年的时间，全家人用呢，时间就短一点。第二个呢，在这个行业各位都知道对碰奖，那我们1960的对碰奖呢，我们可以拿到15美金一碰。第三个呢，1960可以拿到3代管理奖。第四个呢，我们相当于赠送3个月服务销，也就是说1960报单的话，在这公司4个月您不需要投入1分钱。啊，那在第五个呢，我们可以享受全球业绩2%的分红。那这个呢，也是很多家人为什么1960报单最大的一个利处，因为随这个公司呢，相当于所有人持股，就像华为的任正非一样，所以这家公司呢，未来一定是好的，因为全民持股，那所有的人呢都会有动力。那我们2%的全球分红，也就是说，在这个公司无论哪个市场，白人、黑人啊，所有的人种，
所做的业绩，将来开辟到100多个国家，所有的业绩呢跟你都有关系。那目前来说，2%的全球分红呢可以拿到15美金到20美金一个月，这个也呢也是额外赠送的。那么呢，但是呢它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我们在这个平台呢，我们相当于要推荐到五个活跃的满足自动订货，才可以拿到这2%的全球分红。那这五个活跃的怎么说呢？活跃呢，就相当于每个月60积分，在随着这个平台呢120美金。那目前呢，也是整个美商公司当中在活跃这一块要求最低的一家公司。好，第二点呢，我们称为对碰奖。对碰奖呢，是在随着这个平台呢，那我们是采用双区，那我们左边600积分，右边300积分，我们就可以拿到对碰奖。那对碰奖呢，最基础的碰举呢是35美金一碰啊。当你满足一个条件的情况，或者您是1960美金加入的话呢，您就是45美金一碰。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随公司的周封顶呢，对碰奖的周封顶呢是600碰，也就45美金乘以600，那么相当于27,000美金。那一个月的话，108,000。对碰的封顶，目前也是美商公司当中最高的一家公司。那我们接下来称为管理奖。管理奖呢，通常呢是这个互联网生意、网络电商生意最大的一个奖项。那随公司的管理奖呢，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波比。我们一共呢拿七代，第一代呢，在满足条件最高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30%。哇哦，各位想想，第一代30%，那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那目前在美商公司当中，我所见到的随第一代30%是目前美商公司当中管理奖第一代最高的。那我们第二代呢15%，第三代10%，第四到第七代呢分别是5%，这就是我们管理奖的部分。再接下来一个我们称为晋级奖。晋级奖呢，我们是相当于跟其他美商公司不一样，我们是一次达标就好。随公司呢给我们每个人提供11个级别，当你呢每获得一个级别呢，我们都可以拿到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一次性奖金。比如说黄钻呢，我们一次性给50,000，那最高的一个级别，公司一次性给250,000美金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公司呢是非常非常的大方了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第五个呢称为领袖分红，以及包括第六个呢称为股东分红，我们这两个呢可以放在一起讲。那我们这个分红呢是相当于全球业绩5%啊，也就是说非常简单，这公司如果这个月做了1,000,000的业绩，那1,000,000业绩就是5%，5%就是50,000。那我们在这个级别，我们领袖分红呢是上到4星级别以上的，我们可以分一股，5星分2股，6星分3股。那这个呢，其中的30万就分给4星级别以上的，那另外20万20%呢，20万呢20万呢就分给我们股东套装加盟的伙伴，并且满足五个活跃的姿态就可以了。大家平均啊，大家去分这个钱。那这个呢也是按照加权平均去分的。好了，在所以这个平台，我们分红呢是全球业绩5%。那美国的公司呢，其实98%的公司呢都没有分红奖金这一项的啊，因为呢，他们没有这个。在这个行业啊，没有说这个超前的意识到，那所以这个公司呢，一改这个行业当中啊很多弊端。那么在分红这一块呢，我们不仅做了5%，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做的是周分红。那么美商公司呢，大部分不分红，那分红的公司呢也非常非常少，普通呢是1.5%的全球业绩分红，但是呢，他们还是分给领袖，不像所以这家公司啊是全民都可以分红。然后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在随这个平台，我们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在这个事业当中拿到大结果去成功。也就是说，给各位打个比方，我们这个事业呢是相当于单轨都可以挣大钱。也就是说，双轨制发展到这些年当中，各位都知道，很多人深受其害。从美国的一家叫 ShopperMicron 出来之后，双轨制呢火了20多年。今天呢，随公司呢终于把它颠覆了，在双轨制的基础上呢加了一个单轨拿钱，可以讲呢，我们就是这个双轨制的2.0版啊，因为呢，它消除了双轨制里面大象腿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那我们在随这个平台，我们自己1960加入进来之后，成为股东套装，我们帮助公司呢去找到6位合作伙伴，他们都是股东套装去加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生意当中就可以上到3星啊，也通常讲，您的本金呢就可以拿回来了，可以挣到2100到2550美金。那这六个人呢怎么摆放呢？我们一条线呢可以放2个，另外一条线放4个。啊，那另外一个呢，在我们不知道您哪边线了可以做大的情况下呢，我们通常来讲呢，建议各位呢每条线各放3个。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达到了三星。那三星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我们三星呢可以一年不掉级别，这就相当于我们只要做了三星，我们一年不掉级别，在这事业当中我们就可以拿到三代管理奖一年的时间。第二个呢，三星呢，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上都可以，没有时间期限，那么只要在一年的时间就 OK。那第三个呢，也是刚才跟各位讲，我们三星呢可以拿三代管理奖，所以就会呢，在接下来我们这个呢可以单位挣大钱。好了，也就非常简单，我们找到六个伙伴当中，其中有一个呢非常非常厉害，我经常呢是用我来举例子啊，所以我们团队呢也非常优秀多的领导人。那非常简单，如果你找到六个人当中有个是我这样的呢，我经常讲我在这个行业我就是个疯子啊，我就是个傻子，我就拼命干。我这人也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长得帅，我就是一门心思往里做。那非常简单，您一天做一个小时，我做三个小时；您做三个小时，我做五个小时。你一天不吃饭，我一天可以不睡觉。我跟您拼的永远是时间。所以呢，那如果您找到我的话，可以讲在这个生意当中，我不是一年两年，我100%能做封顶啊。那么呢，您找到我之后，我做封顶了，您看看，您找了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我，您在这个生意当中，您能够挣多少钱？那非常简单，那如果我把这生意做封顶了，我的对碰奖是不是108000？那您作为我的推荐人，您30%的管理奖，那108000我们打点折，30%的管理奖，那多少？3万美金左右。那各位非常简单。啊，那你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我，其他五个人都不做了啊，都没有关系，不复销没关系。你可以从我一个人身上，这个就可以拿到3万美金。另外呢，其实就这么多了，不止这么多，因为各位都知道，你可以拿到我的三代管理奖。那么非常简单，那如果我要做封顶，我今天第一代是不是要5到10个能干的？不然我也封不了顶。这五到十个能干的是您的第二代，那也就是说您拿第二代的管理奖多少？15%。那我的第二代是不是您的第三代？那我今天要想做封顶，我的第二代至少有20个、50个，甚至100个人吧，对吧？我今天才可以做封顶。那我们以平均值50个去计算，这50个是我的第二代，那是不是您的第三代？那您的第三代管理奖了10%，所以非常简单。今天呢，在这个事业当中，如果你找的六个人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做成功了，做封顶了，今天呢，你可以挣到10万美金一个月。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比？中六合彩都比较比你中六合彩都简单啊，各位，这10万不是一次性的哦，这10万是永续的哦，只要公司一直存在，只要我们一直在做，那这个钱都可以拿到。好嘞，那这个呢，各位想想看啊，有的人讲了，跟传统双轨制是不是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各位，传统的双轨制，你没有第二条线，你怎么去上到三星啊？你不上了三星，你怎么可能拿到三代管理奖呢？那我们这个事业不要啊！找到六个人当中，哪怕你放到右侧的4个人全部不复销，全部死掉了都没有关系啊。那么呢，你也依旧是三星啊，就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呢，在传统的双轨制当中呢，你要是想拿到三代管理奖，你不是教练了就是蓝宝，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你也需要六个人，六个直推。那么你这六个直推呢，在传统的双轨制当中呢，需要活跃。那大家都知道，蓝宝呢，或者说教练通常是拿不了多少钱的，一个月1-2千美金，对不对？那您呢？你下面六个活跃的，你还帮别人去复销，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双轨制里面的坑，传统双轨制里面的陷阱。那我们所以这个公司呢，今天呢开门会呢具有非常高的眼界，开门会呢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在这个行业非常非常有经验啊，他非常非常人性化，非常非常大爱，他消除了双轨制里面的大长腿，消除了双轨制里面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属于这个平台的奖金制度，在我基诺的眼里，他目前来说就是美商公司当中最好的一家奖金制度。好，那奖金制度这一块呢，给各位简单做了一个分析。啊，如果呢要细致的去了解奖金制度的话呢，那可以问您的推荐人啊，或者问您的上级领导。我们再来看一下，在 Three 这个平台给予我们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那 Three 这个平台呢，我们10个级别，那从三星呢，我们可以打2000到1万美金左右一个月。如果呢，您今天呢左区右区产生了100个碰局，你就会达到三星精英，那收入呢是1万到2万美金。那如果您今天呢在这个事业当中，你达到200碰呢，我们就可以达到四星，那四星是2万到4万美金一个月，然后五星呢是4万到8万美金一个月。那现在非常简单，我们这个大的 Cloud 领袖完了就是五星，对吧？还有和平这些领袖都是五星，4万到8万美金一个月啊！各位想想是不是非常非常诱人啊？六星的话呢是1000碰，
那一千铺的话呢，这个是多少？是8000到15000啊。那我们三场领袖呢，那就相当于6星。那我们的开幕会领袖呢是7星，现在有没有上钻石？不太清楚，应该是上钻石的啊。那七星的话呢，收入就15万到25万美金，在他做这个事业2个半月的时候就达到这么高一个级别。所以实际这个奖金制度呢，我们最高一个级别可以达到100万到150万美金一个月朝上跑，没有任何封顶的。因为非常简单，我们在这个事业当中要考验你的宽度，还有考验你的深度。只要你直推的人数够多的话，那在这生意当中呢，你是没有任何封顶的。这个呢，就是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级别的一个收入，那目前来说也是非常简单啊。所以这个平台开起来才这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才这个7、8个月时间，目前呢已经产生这么多的优秀的领导人了。所以我们每个家人呢要加油。而且在这个平台当中呢也非常简单，我经常讲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整个华人团队最强的一支团队，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啊，在我们在线上的这个伙伴啊，非常简单，我们现在整个团队达到4星级别的有3位优秀的领导人，各位你想整个公司才多少个4星，我们整个团队有3位啊，这个4星的级别，那3星精英啊那就更多了，这段时间3星精英哗哗的就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那有3星了那就不得了了，3星的话绝对也超过100把个了，在我们整个团队啊，那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各位呢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掌声。那我们在自己的团队，那我们希望各位呢，我们努力团结在一起，将我们的团队呢去打造成。所以这家公司华人第一支团队，华人最大的一支团队啊，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优秀领导人我们所期待的啊。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嘞，那对于随这个平台公司背景，包括产品啊，包括奖金制度呢，跟各位介绍到这里。那下面有些。今天在线上，我相信有些新朋友就会问了，季洛老师，你讲的这么顺，你讲的这么漂亮，那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挣到钱？我的眼里只有钱，那么呢，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您在这个公司的收入？那答案呢，平时是不可以，但今天呢，破例一次给各位呢去看一下，那是非常非常简单。那各位看到我在实际这个平台，我是2月20号去做的，对不对？2月20号。那我们实际这个平台呢，一个月呢发40佣金啊，每周发一次。那2月20号到2月26号，那我在不知道公司背景产品制度的情况下，我都敢做。今天各位，你还不敢做吗？啊，所以呢非常简单啊，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啊。所以呢，那我第一个月的收入3761，第一周3761美金，第二周呢840，第三周881，第四周呢3500多，这个加起来是885美金啊，885美金，这是第一个月。账面上的钱，另外一个呢，在属于这个平台呢，我们还有一次性晋级奖，所以在第一个月呢，我拿了1000万美金的晋级奖，这个加起来是多少呢？也就是说超过10000美金，各位你想想看，在这个事业当中，第一个月就可以拿到10000美金的产品项目多不多？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少，相当于7万人民币。有人说你厉害啊，我刚才我跟各位说了，我真的不厉害，我跟各位拼的，我拼的就是时间，我拼的就是我敢干。我拼的就是我没有负面，是吧？我才能在这个事业当中做起来。所以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成。好了，那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最近的一些收入，这个是7月10号到7月16号这一周的收入，3808，在前一周2624，在前一周5188，在前一周3409，在前一周4600。那在七月份之前，我最多一周呢是6895美金。啊，那这个呢，这个收入呢，我相信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在经营这个事业第一年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达到100万人民币朝上跑了。那各位说还行吗？现在我们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那各位想一个月能挣，就是说您收入一年能达到100万人民币的能有多少了？所以在随着这个平台轻轻松松，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相信后面更多啊。那各位看到呢？这是10月1号的收入，在这个平台上呢，10月1号这一周，也就是说9月23号到9月29号，这一周呢是达到11465，11465美金啦。那各位算算看，差不多8万人民币一周了，8万人民币一周了。那在这个平台7、8个月时间，这是我拿到最多的一周，最多的一周。所以我相信呢，后面还会更多。因为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这个行业可以见管道得自由。什么叫见管道呢？就是说将来不做了你还有。什么叫得自由呢？就这个将来不做了你还有。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各位你还能找到一个生意一年可以让你翻到5到10倍收入的增长吗？那是找不到的。在实业这个平台呢，在今天社交电商互联网生意这个里面就可以发现啊，您投钱来非常少，但是一年呢，你可以拿到5到10倍增长。
那在这个大环境下，公司也非常多，平台比阳台还多。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就需要去擦亮眼睛，我们去寻找到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啊。那这个呢，才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呢去监管到得自由。所以 Sri 应运而生。好了，那各位看到 Sri 目前给我们美国伙伴呢提供了很多很多便利的一个咨询。包括呢，我们有这个官方网站3个2.24啊，我们可以来登录。另外呢，包括 Sweetwork 您的商务交流的网站，以及我们 Social Media 的工具。那我们在目前全球，包括我们 Instagram、Facebook、TikTok、YouTube，以及我们国内的优酷上面，公司呢都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视频的一个介绍。那各位呢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进行去宣传，将我们这个随这个平台呢去推广出去，那今天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就非常简单。那我们各位呢，花了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从公司的背景讲到公司的产品，讲到我们公司产品的认证，以及我们公司呢核心的我们9位全国最顶级的科学家去给我们打造产品。那包括我们的奖金制度呢，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包括我们在这个事业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上级别，公司有10个级别那以及非常关键。我们接下来，我们整个思维平台的时机点，我经常讲呢，我在这个行业，其实我看的是什么呢？公司产品背景这些东西呢，我们讲呢，每家公司呢，可能都会说他每家公司的优势，说他每家公司的好，那但是时间点这一块呢，是没得去比的。新公司就是新公司啊，新公司呢，就是说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非常简单。你要想在一个公司拿到很大的一个结果，今天这个公司开业了5年，要不要进去啊？现在公司开业了10年了，你还能进去吗？那你进去之后，我可以讲了，非常简单，你可能能挣一些小钱，也可能你的能力呢非常突出，你在这公司呢也可以挣到一些钱，但是呢，你肯定不会上到那个公司前一些位置。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择大于努力。我经常讲了，选择决定了结果啊，选择决定了结果。那 Sri 这个平台，那我们从时间点这一块，无论从其他各个方面讲，Sri 这个公司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说了，在一个生意当中，在选这个社交电商、互联网生意、跨境电商生意当中，平台是一方面啊，决定你成功的是2个要素，一个是平台。我今天从头到尾讲的，现在全部讲的都是平台。那我们今天非常简单，在全世界所有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各位，我可以毫不隐瞒的告诉各位，那我在这个行业，我还是那句话，我这个行业10年的时间，我2家公司做到最高级，我了解50家公司的奖金制度，50家公司的背景，我很多的朋友在，很多的朋友也自己开盘，另外很多的朋友在每家公司都担任前几位，所以呢，毫不隐瞒的告诉各位，所以这家平台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的，在这个平台上最好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如果要想在这个行业成功，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培训。好的平台如果没有好的系统，那这个公司你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干，在这个事业当中你也会干得非常累，你可能能挣一些小钱，但是呢，你要想你的团队建造1万人、1000人、100人好弄。1万人、10万人，甚至你将来团队到20万人、50万人，你要达到退休的状态，你尽量达到不在职的一个收入，那就是公司的系统文化去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 Sri 这个平台，因为什么？我今天也不看公司背景，不讲产品，不讲制度，我认可这家公司的唯一点，因为我刚开始二月二十号进来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中的就一点，看中了就开不会。他在这个行业是一个大成功者。那今天非常简单，他打造了这个平台，从7、8个月时间来讲。我个人真切的体会，包括一开始进来还有点担心，但是呢，这7、8个月下来，我们很多家人看到了这家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看到了这家公司是一个什么产品的公司，所以呢，这个公司呢所展现出来，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小公司，已经今天虽然是7个月，但映射出来的，让我们很多人看到这家公司是一家很成熟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非常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开幕会领袖，以及我们这家公司非常强大的公司的一个背景、一个文化，所以这一块呢，就公司的一个实力的一个部分，在下面这帮人当中，我们会建造一个全球最强大的一个系统，一个培训文化，一个系统，才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事业当中成功。所以，我们今天要选择好的平台，还要选择好的系统。我们在这事业当中，我们各位只要跟着走，给自己一个时间，3到5年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事业当中去建管道、去得自由，建到一条管道，让你3到5年之后，你不需要做还有，让我们去得到自由，得到人生的自由。
首先得到我们人生财富的自由，得到时间的自由，然后让我们身心都自由。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期待一点。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到线的这么多伙伴，谢谢各位的聆听，让我们下一期呢再见。